Top 1 王昭君，这个英雄有减速技能，又有控制的二技能，大招在团战中作用十分明显，清兵能力非常强，关键角色造型还比较漂亮，所以很多女生都喜欢用王昭君。不过这个英雄想蓝耗还是比较难的，二技能的冰冻必须要精准，也就是要判断敌方英雄的走位，大招释放时又不能动，只能用闪现技能多一手。碰到猴子这样的英雄容易被切，但是李白碰到王昭君通常是绕道走，因为王昭君可以在李白冲过来时脚下放个二技能直接开大，如果李白刷大招可以一个闪现到李白后面躲了李白的大招，输的以前就是李白了。 Top 2安琪拉，这个英雄应该是每个女生都会玩的吧，喜欢玩这个英雄的女生基本不需要太多操作，只要团战时先放个二技能眩晕，再放大招，现在后面妥妥的收割，很容易抢人头的一个英雄，即使团战对面来切还有个护盾能抗不少伤害，是女生比较喜欢的一个英雄。 Top 3妲己，这个英雄装备起来后伤害非常高，前期可以出双极速靴，各路支援非常快，二技能是一个很好的控制，只要队伍中妲己会玩，那游戏已经赢了一半。妲己不仅前期容易带节奏，后期装备起来后一套招就可以带走脆皮的 ADC 或者打野，并且出招也简单，团战现在后面丢套招后躲一手技能好后再伸团，对面会很难受。